姐姐有用过 Diptyque 的香水吗？有啊，我之前就是喷 Diptyque， 我已经喷完一支了。我喷的时候我买的是肌肤之华，我记得 Pita 哥哥也是喷那一支，因为他那一支非常的中性，但是我很喜欢他的木质的后调，他后调而且他很持久，他是我喷过味道最持久的香水，比我跟烟花自定义肌肤还持久。OK， 你怎么偷听啊？你该不会是在偷听吧？你什么一直偷听？臭橘子，你喜欢偷听？你才开始，你就是光明正大听。你要再偷听我讲话、那 KSP，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运动？我现在都向他发出健康活动邀请，可以运动。Das， 你不要说手指运动，你说手指运动，我不承认，我不愿意。老师有约 PP 喝酒过吗？他根本不会啊，他根本不喝酒啊，我才跟他讲说他四周年就开个酒杂企划。老大，新歌真的好听，谢谢老大，我现在在不断的工商我自己的新歌，直接把它当 BGM 放，强制大家收听。嘴巴运动，每天跟我聊天也是运动，放屁嘞！我然后每天聊天呐、而且我现在在开台，我一直讲话，那我不是也是在嘴巴运动吗？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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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嘟舌头运动。我当然骗你喝酒，把你灌醉。我哪有骗你喝酒？谁骗得了你？堂堂一个。堂堂 KSP 谁骗得了你？我都是怎么样？我都是觉得说，哦，我是好心说，你若要喝酒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去你那边照顾你，我可以在你旁边照顾你呀、好色哦，没错，我说 KSP， 老大一定是在说 KSP 很色，他哪有是说我色，他是说你色。我才不色呢，我是想要照顾你。我是想要照顾你，照顾你的下半辈子。他们为了我吵架。没错，我们在抢夺老大。我老大大作战，